亲爱兄弟姊妹平安，这是咱准备心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所以咱已经有大的这石头，上帝的儿耶稣经过遐天，就着接受所承认的。因为咱所有的这石头，毋是袂体贴咱隆重的软弱，就是凡事平平又受气，那是无罪。所以咱着好大就跟稳定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着稳定最及时的帮助。请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吟《圣圣诗》三十一首：天边听叹，世间静人。Thank you.
请幼安徛伫，咱要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尼西亚圣经，我乃是独一。请大家当心阿头来祈祷，全能永远的上帝，天地主宰，万神的源头，我们感谢你。这时当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恳求圣神进入我们的心内，赏赐平安和喜乐。我们感谢你过去一礼拜的引带，无让我们拄到恶担当的事，我们也要恳求你下面我们过去一礼拜中，这些我们所犯显明也是我们捌的罪恶，让我们在悔改中又一次领受你慈爱和稳定。这时我们为着世界来祈祷，这几日全球各地前后遭受百年来的大水患，造成欧洲有近百人丧失性命，近千人的失踪，在亚洲的日本和中国也造成严重的灾情。恳求主怜悯各地遭有天灾的人民，求主施恩，予救援和重建的工作拢会当顺利进行，安慰受灾的百姓。我也要为着台湾来祈祷，感谢上帝保守。最近疫情渐渐来减轻，百姓也分批来打疫苗。求主继续看顾，让政府和民间都可以尽本分来防疫，让全岛早日可以达到安全的状态，让民生经济早日回归正常。我们也要为着教会来祈祷，今天下午要召开中执会，愿主赐福平安，让众牧师长老执事可以同心共同关心教会国内后半年各种的事工的推展，并互相来祈祷。我们也要为着广福为伊这一家的宣教师来祈祷，因伫缅甸来服侍。这段时间因为缅甸政府的政局的变动，因暂时撤退回来台湾。未来要怎样继续来关心缅甸和缅甸宣教的事工？求主赏赐智慧。因在这段回到台湾的日子中，犹原无停止学习缅语，受邀请到大家教会讲道分享，参加在台湾的缅语小组，也推动小金额的募款。求主继续感动侪侪人会当投入，共同来支持关心缅甸教会的困境。同时我也要为得罪宣教师的夫妇来祈祷，求主让伊会当和因甲你更加加深的交杯，让因会当继续整合所学习的，陪伴为主来所用。我伫遮也要纪念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无论是有鼻痛、有挂碍，也是排当代，也是伫工作，也是伫家庭中拄着困难甲挑战的，
恳求主你施恩保守，用你大宽容的手扶持因，早日脱离各种的困苦，在过程中犹原会当领受你满满的稳定甲同在。最后，我要将以下的时间，搁一届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今仔载的敬拜，真多胖胖的祭献予你，求你感恩，同心感恩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做会来启应，启应文33篇，诗篇139篇。上主啊，你有感知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在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要话你听。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灾难看你了。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走去倒位，我才会当多想你。我若爬入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到日出即爿迄边，也是去到日落迄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求黑暗甲我扛起来，叫暗暝甲我掠走。对你来讲，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源拢同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的。我若要算，比海山较侪。若算会了，嘛袂当通透彻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感知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让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下节要请咱圣灵团契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歌是《用心欢呼称颂主名》，是本会旧年9月6日主了的画面。You belong.
时来诵读上帝的话，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国讲某人有两个囝，迄、那个第二个甲老爸讲：“阿爸，将我应得的业分乎我。”伊个老爸就甲因分家伙。过无几日，迄、那个第二囝一尽收拾伊个物，出外去远远个所在，伫遐放荡毁坏伊个业，已经损了了。拄到迄所在大饥荒，伊实在欠亏的艰苦，就去挖迄所在一个百姓，迄人找伊去山里饲猪，爱将猪所食的豆粿来煮鸡，也无人服伊。伊晓悟就讲：“我的老爸有偌济长工，米牛食有剩，那是我伫遮得要枵死啊！”我要起来去找我的老爸，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甲伫你的面前，打了后，我袂堪得叫你做你的囝，就予我亲像你的长工的一位，就起来去找伊的老爸。”三里也够远，伊的老爸看见伊，就怜悯伊，走去。抱伊个颔棍，直直甲伊斟，囝就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甲伫你个面前，打了后袂堪得做你个囝。”那是老爸对伊遐个仆人讲：“紧紧兄上好个衫来甲伊穿，佮甲伊挂手指，煞甲伊穿鞋，也牵迄只肥个牛仔来抬，咱只。”来欢喜。第二段经文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伊要予做老爸个的心，活当养伊个囝；做囝个的心，活当养伊个老爸。免得我来就做这个地。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语佮遵行的人。这是讲道。要请本堂杨博文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学习疗伤、修复关系，将时间交博文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是八月初一，后礼拜就是八月初八，就是咱。台湾的父亲节，牧师要代先向各位做老爸的，以及准备做老爸的，或者是要未做老爸的，或者是咱是咱教会大家庭咱熟人的老爸，牧师要向恁讲父亲节快乐。虽然疫情的关系，咱无多来到餐厅，咱来庆祝父亲节。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咱有较侪时间，咱会当伫厝内，和咱家厝内人有较侪做伙的时间。牧师亲身感受到，咱的厝，咱这个家庭，实在是上帝赏赐和咱每一个人上好的礼物，和咱大家当通过家庭来经历到上帝丰盛的稳定甲疼。虽然现今的家庭是多元的，是多多样的，但是听咱天父上帝伊不变的心意是啥物？伊是期待每一个做老爸的心，会当活长来养伊的儿女，做儿女的心会当转转来养老爸。也只有疼甲宽赦，才会当化解。咱人甲人之间所产生的冲突甲怨恨，各位兄弟，你敢有期待会当经历享受上帝所要赏赐予你有上帝三个弟弟美好家庭的生活呢？请咱留心注意来听上帝通过经文对咱提醒，以及咱的教导，请咱三个来祈祷。
主必用电听堂，我的天父上帝，我堪比来到主上帝的面前，恳求主上帝你赐你的圣神，搁一遍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来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目睭，让我们会当愈来愈明白主上帝的奥妙的真理。啊，恳求主上帝你开我们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会当专心致意。你借着圣经要对阮启示话，合理话会当深刻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来成做阮日常生活中困难的源头，生活中的帮助。阮的恳求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当咱翻开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耶稣通过路加福音十五章，伊连续讲三个比喻。第一个就是失去羊仔的比喻，第二个就是失去银仔的这个比喻，第三个就是浪子的比喻。讲下这，咱敢要想讲，为什么耶稣伊要连续讲这三个比喻呢？耶稣伊讲这三个比喻的目的是啥物呢？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起头安尼写：正抽象的甲歹人伫就近耶稣来听伊，法利赛人甲经学师拗拗念讲，这个人接纳歹人，煞甲因接。耶稣期待会当通过伊连续所讲这三个比喻，会当学者的经学师，会当学者的法利赛人因真清楚明白。上帝伊真正的心意伫倒落，以及耶稣伊来到世间上主要的目的是啥物？当耶稣讲这三个比喻煞，耶稣伊用煞接的讲即句讲：我甲恁讲，歹人中有一个反悔，就伫天里也要安尼为着伊欢喜。这句话实在是真有气力，阁真强，咧表达上帝伊要切切。期待会当超出失落的人，一个嘛拢袂当还失落的这个热情。美国有一个学者威廉伊捌讲过，基督教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是真积极的超出咱的上帝。这个上帝是甲其他的宗教真无相共的。咱今日所看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二节的这段经文，是咱大家拢真熟的经文。有最侪的福音报道会，拢会用这段经文来呼召咱每一个，咱那亲像浪子的细汉囝，咱来紧紧登来到天父上帝的身躯边。你咱来到咱台湾咧宣告啊，这个梅坚务牧师，当伊伫中华咧报道时，是浪鼓拍锣，休话讲上帝胖见见，毛最最福音诗歌，伊用这段经文咧甲咱讲，回来吧，回来吧，唔通阁流浪啊！听咱的天父上帝展开伊的双手，仰望你紧回来。卖有一位神学家伊安尼讲，这段的比喻是圣经一切比喻的一粒的明珠甲面流，嘛是福音中的福音。当咱咧查考圣经的时，咱会当看到现代中文译本甲台语汉语本的圣经，将这段标题定作是浪子的比喻。但是伫现代中文译本，也就是新译本。伊甲这段标题改定做是老爸比如，伊是对饶舌囡仔这个老爸角度来读浪子回头的故事。讲下这，耶稣所讲的比如，就是这么啊丰富，还咱会当对故事中无相款的人物角色，咱来思考，咱买单。在咱每一个人无相款生命的处境中，咱来思考同一段经文，和咱有无相款的体验甲得到。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咱拢真熟如云。
当有一遍伊到北美洲做六礼拜巡回的演讲以后，伊感觉真忝，伊的身心软弱，真欠缺时，伊到哩法国有一个方舟团契，伊伫遐来避境，伊来亲近上帝。卢云神父伊伫遐，伊第一遍看到一幅，就是十四世纪的时候，荷兰的画家林布兰伊所画《龙柱回头》这幅图的这个海报。卢云神父的心和这幅的海报深深来吸引，伊就将这幅的海报给买回去，来挂在伊的办公室，伊时时的看图来默想。然后伊个特别开时间到哩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一个隐士儒美术馆来欣赏《龙柱回头》的这幅的图。卢云伊伫遐开时间对这幅图默想两天的时间。卢云伊通过默想圣经中记载耶稣所讲这段经文，以及伊注目一直在看林布兰伊所画这幅图，伊一直在反复的思考故事中每一个人物。做做年后，伊将伊所默想灵修所得到的来出版一本册，就是《龙柱回头》一个回来厝的故事。这本册对三个主角，你出外的流浪的这个细汉仔，你厝内的这个流浪的大汉仔，以及一个宽容饶恕人族的老爸，拢有真深入的探讨甲研究。我说，感觉这本册是来值得咱每一个人咱好好来读。今日讲到，无需要邀请咱，咱同齐甲卢云，咱来默想故事中这三个角色的任务。第一个，咱们来看，就是这个出外咧流浪的这个浪子，这个细汉仔。当咱咧看这幅图时，林布兰将这个细汉仔画，伊是跪咧的这个细汉仔。咱看伊无穿外衫，伊是穿一个翻两个破个烂的一个内衫，也看到伊真太过真忝，无气力的一个身躯。伊的正脚有一半下这个破的鞋也看，咱让通过伊所穿的鞋啊，咱看到伊过去是过了真艰苦。咱知这个细汉仔伊是失去一切的人。但是当伊艰苦无困难时，伊要真清楚知影，伊是老爸的细汉仔，所以当伊醒悟过来时，伊就马上勇敢用伊的行动，转来到老爸厝。有侪基督徒伫流浪的细汉仔心中，看到伊家己过去就是安尼，过去一直抓上帝稳定是应该得的，一直在繁华的世界中乱舞，最后舞到无半行，才愿意回来。当伊反悔见效，回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时，既然发现上帝是完全无条件饶恕来接纳伊，主耶稣借着这个故事感动侪侪人。勇敢大胆回来到上帝身躯边。第二个，就是伫厝咧流浪的这个大汉仔。你这幅图中，咱看到大汉仔，伊是头地面流，伊的衫穿红色的外衫，伊手提拐啊，徛伫边啊的这个人，伊敢若徛伫遐。伊注目看到老爸揽回来的细汉仔，咱看伊的面是无笑容，伊的双手是插伫伊的胸前，伊无伸手来欢迎伊这个弟弟。伫经文中，咱看到这个大汉仔，伊一直拢是伫厝内，伊真打拼做工课。伊认为这个放荡的细汉仔应该无法度得到老爸饶恕甲接纳。
耶稣用这个大汉子来暗指，才会看起来健全，但表面健全，但拢无了解上帝心意的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为因拢排斥有罪人，表面看起来因拢真顺从上帝旨意，却唔知上帝恩典是要白白赏赐下每一个愿意悔改、回来到上帝面头前来向伊求讨的人。卢云神父有一个好朋友，伊时常听卢云神父讲：“哇，我卢云吼，我就是迄个亲像伫外口咧流浪的细汉仔。”但是卢云神父一边，伊这个好朋友对伊讲：“其实我认为吼，你比较比较像迄个伫厝咧流浪的大汉仔。”卢云神父伊反复咧思考，伊家己过去生命的经历，伊条件来发觉。伊好朋友所讲的真正是事实，因为卢云神父伊一直拢是伫教会内的环境中大汉，伊未捌出外，就那亲像经文所讲，这个大汉囝相款，一直伫厝内真认真拍拼，唔敢佚佗，也真真节制。当卢云神父伊真诚实对伊内心的世界时，伊更加发现，伊家己思想拢掠家己做义，看家己比别人较高贵、较正直，伊应该得到老爸大的娱乐。当伊骄傲，伊就是迄个骄傲徛伫边啊的这个大汉囝。第三，牧师要甲咱三个来看的，是这个饶下人族的老爸。咱来看这幅图时，你不然伊所谓这个老爸是青盲，伊目睭看无，但是伊充满着慈爱，伊穿红色的外衫。当咱咧看这幅图时，所有的光拢是对这个人族的老爸遐弹出来，光对老爸面流过伊的身躯，一直流甲跪伫涂骹细汉囝的脚趾片。老爸的衫真长真阔，那亲像一只的鸡母，展开伊的食骨，咧接纳咧欢迎，转来到厝内的这个细汉囝。伊嘛捆落伊的身躯，展开伊的双手，伊的双手真大，全焦痕真坚定咧，放伫细汉囝的肩胛头。伊是用祝福的双手摸着细汉囝，摸细汉囝的这个双手，是老爸伊内心的目睭。咱会当看到，借着伊的手，了解老爸的心。老爸的心是了解这个细汉囝的失败。老爸伊嘛深深体贴离家出走的这个细汉囝，伊愿意接纳饶下每一个愿意回来到厝内的人。当卢云神父伊咧默想林布兰这幅图的时，伊深深体验到，无论是伫故事内面的这个细汉囝，这个放荡的囝，或者是人族的老爸，无论咱目前咱生命的处境是伫外口咧流浪的细汉囝，或者是咱是留伫厝内咧流浪的大汉囝。最后，咱每一个人，咱拢爱学习怎样来成做一个人族的老爸。愿主帮助咱，还咱来接到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咱拢会当深刻体验到，咱每一个人，咱拢是慈悲疼咱天父上帝囝，咱拢爱搁较学习来亲像伊，嘛会当借着咱是深刻经验着、体验着天父上帝对咱的饶恕、甲咱的赦免，
让咱每一个人都愿意勇敢伸出咱的双手，咱来祝福咱的儿子，每一个愿意刻薄回来到上帝处来的人，来加做那个愿意饶下细汉仔这个仁慈的老爸。马头音第六章十四节嘛提醒啦，因为恁那下面人的过失，恁的天父也要赦免你。通过咱今日所看的经文，以及咱如云神父伊咧默想林不然的这八道，牧师邀请咱共同来思考以下这几个问题。第一，咱爱来学习饶恕，来修复关系。无论是浪子回头，或者是挚爱的老爸，比如感动人内心的，牧师认为有两个。第一，就是这个浪子当伊醒悟过来时，伊愿意付出伊行动，伊愿意选择回来到老爸处。第二个，就是针对做唔对的浪子，当伊愿意回来到处的时，老爸愿意来饶恕接纳回来到处的囝。当咱咧查考圣经时，有最最无相款的用词来表达上帝是怎样愿意饶恕咱每一个咱捌犯过的过失。第一个，翻译是涂抹，但伊叫做差别。你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二十五节讲：只有我，因为我家己的恩果差别恁遮的过失。第二，无搁记得。你亚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四节甲咱讲：因为我要赦免恁的罪，无搁记得因的罪。第三，迄日卡只片。当希西家王破病好时，伊作诗讲：“因为你将我一切罪刻在你的脚趾边后。”第四，要甲你投入深海。你米迦书第七章十九节讲：“要将因一切罪恶罪孽刻在深海。”第五，要辨别亲像色。你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章安尼讲，耶和华讲：恁的罪虽然亲像朱红，要辨别亲像色。第六个，离开咱也是遐远。伊诗篇第一百零三篇十二节安尼讲：当离开西有遐尼远，伊和咱的罪离开咱也是够遐远。讲下这，饶恕佮赦免是咱基督教信仰真重要的内容，因为咱个人、咱家己的罪，和咱佮上帝隔离。上帝伊无条件疼咱，通过主耶稣基督定死的十字架顶的疼，应允饶恕佮赦免的恩典。要白白和咱每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人？是咱愿意回来到上帝面头前悔改的人，拢会当得到上帝饶恕甲赦免。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愿意回应上帝恩典，愿意违心，愿意实践饶恕甲赦免的人。因为咱拢捌深刻经验到上帝对咱的饶恕甲赦免，咱嘛愿意伫咱的日常生活中努力实践饶恕甲赦免这个信仰的功课。那亲像保罗伊伫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提醒咱，就用仁慈三款待尊怜悯的心，大家三赦免，亲像上帝的基督嘛赦免恁一样。饶恕实在是用讲的较简单，无简单做到。无论是白囝、红某、同事，
任何的人际关系上大的伤害和痛苦，拢是对咱每一个人，咱家己，咱无法度饶恕别人的过失来。只有饶恕甲和好，才会当和两个人的心，搁一遍对别人来拍开。那是咱厝内人，咱会当好好的努力，咱来学习彼此饶恕和好的功课，就要帮助咱的细汉囝。因对基督教这个信仰，饶恕甲赦免这个真重要的真理，有真深刻的体验甲理解。恳求上帝当帮助咱，有智慧的心，靠着上帝恩典，咱拢会当真做一个愿意饶恕甲赦免别人的人。第二，要甲咱各位生啊，做咱三个来思考的是。家庭实在是咱实际信仰上好的所在。咱的囝、咱的儿女，因拢一直在看，一直在观察，嘛一直拢在学习。咱是怎样将咱对圣经中的教示，咱将伊实践出来，咱将伊给行出来。这份真宝贵基督教信仰是怎样成做咱的帮衬，来帮助咱行过咱生命中的困境。当咱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咱遇到各种困难处理的问题时，咱亲像待人接物、翁某妹啊，怎样来互相对待？咱怎样来教导咱的囝？咱所赚的钱怎样来运用等等议题时，咱捌看侪侪圣经，咱逐天嘛拢有咧灵修，这的经文怎样成做你的帮衬呢？牧师甲牧师娘结婚已经要30年，有一个真深的体验。经营婚姻无有撇步，嘛无人是专家，每一个人拢是伫跌倒阁爬起来，伫做唔到中一直咧学习。那亲像今日深渊中，那亲像今日真薄一冰一面顶，学习怎样用心来经营，真努力来实践圣经的教导。咱在当来享受上帝所要赏赐咱每一个人生家庭生活美好。最近这段时间，牧师跟牧师娘有最最便的机会，到了咱教会最最长辈因的厝内的探访。虽然教会长辈因的身躯衰烂，行动较无方便，但是因时常一句话跟牧师来分享。和牧师甲牧师娘甲做做同工，我拢真得到激励。因讲感谢上帝恩典，一直陪伴我来行过人生中各种艰辛苦涩的日子。俄国有一个小说家，伊叫做托尔斯泰，伊要讲过一句话：幸福家庭拢真相共，无幸福的家庭拢有无相款的问题。在现今的世界，家庭面临真严重的问题，处处充满着家庭的暴力以及伤害，也真欠缺亲情的温暖。咱每一个基督徒，咱若是会当来活出圣经有关家庭、夫妻、亲子关系教导，咱会当活出接纳，咱会当活出饶恕，咱会当活出疼。咱就会当成做这个黑暗世界一把真光的灯火，咱也会当为着基督来做真水的见证，咱也会当和世界的人来看到盼望甲方向。有一位家庭諮商界的一个神拜，伊的名叫波恩，伊捌帮助过最最。家庭破碎，面临破碎，翁某，或者是亲子，或者是家庭，伊捌讲过一句话：无论现在你的家庭的关系是怎样，改变是有可能的。上好爱为你家己开始来改变，你关系中所制造出来的问题，会当你关系中来辅导。处是什么所在？
处这个是不管父母，而且是子儿，伊捌做过啥物过代志，不管是对，或者是唔对，处是一个一直有听、甲接纳、有听、甲饶恕、有听、甲包容的所在。当世界遮尼大，拢无法度找到一个我会当徛起的所在时，只要有一个处，迄、那个所在是用听、甲谅解，用听甲饶恕，用听甲仰望，用听甲听候所起造的所在，这个所在才是真正的厝。第三，甲大家分享做老爸的心情，我所体验，我是对开始做老爸以后，才开始学习怎样做一个老爸。诗篇127篇第三十跟咱讲，儿女今日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产业。每一个老爸对儿女所背的责任，是对上帝下来。咱要忠心来扮演好咱养饲甲教育责任。你每一个儿女成长的过程中，老爸有真大的影响力。咱唔敢呾用嘴咧教导，伫生活面顶，咱更加会当传侪侪经验。咱会当伫看得到、看袂到所在，深深影响着咱的儿女。二十几年来，牧师对我的囡仔的心情学习着侪侪功课。虽然伫陪伴囡仔的过程中，会拄到冲突、失败、错误，侪侪痛苦的心结。但牧师一直在学习怎样紧紧安安抓牢着主的疼甲教导，慢慢学习怎样成做一个体贴囡仔心意的老爸，怎样成做一个囡仔因会当信任、因会当学习的对象，会当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教导、来养饲咱的囡仔。帮助因，会当含因的一生，拢会当走伫上帝正路面顶。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予咱一个真清楚的画面，会当予咱学习怎样来陪伴咱的细汉仔。圣经安尼讲：做老爸的，恁毋通激仔儿的受气，独独着用主的境界甲教训来培养因。约伯实在是咱一个真好学习的对象。约伯伊逐天透早起来，都为伊所有的儿女，有七个囝，三个查某囝，一个一个为因提名来为因祈祷。因为约伯伊真惊，真惊因这儿女犯罪来得到上帝，伊嘛真惊伊的儿女因的心中无有上帝。恳求上帝帮助咱的细囝，下圣神时时甲伊相个滴滴，来光照因，来接庇因，来引带因。箴言22章第六节嘛，甲咱讲，教养囡仔，着用合宜的法，就伊到老也无摇错、歪错。咱上大责任在哩打落。咱上大责任，咱来引带因，甲天父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咱每一个做父母的，咱会当送下因上好的礼物。卖有一位英国的主教，伊捌讲过一句话，这句话一直提醒牧师。这句话安尼讲，咱会当下囡仔真好的教导。但是咱刻在因的面头前无做好的模样，这是咱用嘴咧甲因教导讲怎样来上天堂，但是咱的手去牵因行往地狱。咱的儿女对因目睭所学到的，是超越过因对耳根所听到的。对咱的儿女来讲，目睭所看得到的，对因内心的影响，
是远远超过因被说教的。好，咱三个来学习，咱怎用咱嘴所讲的，咱的手所行的，来引导带领咱的儿女，来行在上帝祝福的道路面顶。上帝的心意是啥物？上帝的心意，以期待老百姓会当来转恩儿女，儿女的心会当转恩老百。澳洲有一个在安宁病房做临终关怀护士，伊的名叫做伯朗尼迈尔，伊捌出过一本册，一本册册名叫做《临终进程上后悔的五项事》。伊册文中有提到，伊伫伊陪伴侪侪生命行到煞尾。因上后悔无做到的五项事中，的第二项安尼写：我希望当初我无开这么侪时间伫我的工课面顶，来失去陪伴囡仔成长真重要的时刻。我真做一个伫家庭中有那无的老爸，一个缺席的父亲。我们每一个做人老爸的，要珍惜、珍惜咱甲咱的子女做伙时间，咱会当陪伴因的成长，咱会当参与伫因每一个真重要的时刻。和老爸的疼是体验会到、经验会到的。搁较济的金钱，也是无法度代替老爸这个真重要的角色。家庭关系的破裂，上主要原因在哩倒落，在哩老爸心无哩子女，儿女心无哩老爸。咱知上帝是看重这个关系比成就较大，但是有的老爸确实看成就较大过关系。咱的家庭关系要怎样来辅导呢？马拉该书第四章六节，给咱真好的提醒：伊就是上帝，伊要合老爸心来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来转向老爸。上帝希望咱人甲人之间疼的关系，是会当重新来结连做伙。特别是咱家庭中父母甲子女之间的关系，会当辅导关系要恢复，爱对咱的心开始。今日做咱做父母的，爱将咱的心对咱的工作来转向咱的儿女，爱对咱的兴趣来转向咱的儿女，爱对咱的梦想来转向儿女。无需要搁加一项。咱爱对咱的手机啊来转向儿女，愿圣神帮助咱提醒咱，当咱每一个人咱的上帝面头前交销时，咱未到地高见笑，唔敢记住个面，因为咱将咱的囡仔一个拢带入这个上帝荣耀的国度内底，咱就会当亲像麦克阿瑟将军以为。囝祈祷的文章上尾一句，这个祈祷文上尾一句讲：我做老爸的，我则加轻声细语来讲，我一生无白白来活。咱咪当亲像约翰使徒，伫约翰三书第四节所提到的，我听见我的儿女伫真理咧行，我的欢喜无较大一个。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有一篇一个儿女伊写批写一个卡片来祝福伊的老爸父亲节快乐，一个卡片的内容。伊内容是安尼写：亲爱老爸，真多谢你，对细汉的时，你就教导我怎样来疼上帝、疼别人、甲疼我家己。也可以让我很快乐、很健康、
在成长，你也一直很有耐心在陪伴我，允许我来学习，来表达我各种的情绪。你真用心在了解我，你牵着我的手来认识我不知的世界。你也时常在鼓励我，在鼓励我，用你听的目睭，你看着我，你也真有耐心在听我讲，我内心有多多笨手。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遍当我要出门，或者是当我要睡之前，你都把我懒条条，你也都为我祝福祈祷，让我可以充满着信心，勇敢展开体验上帝所为我备办水又好的人生。你也一直在鼓励我，爱我不断来认识自己，勇敢来经验自己，真放心来接纳我自己，让我可以活出真实丰盛的生命。我真细声偷偷跟你说，爸爸，我看你实在是真疼上帝，你也真关心我，爸爸真多谢你，你将上帝来摆在你生命中第一要紧的事，而且你也将我看作是上帝赏赐给你最好的礼物，你时时为我祈祷，你也真勇敢将我的手来交托在上帝手中，爸爸多谢你过去所为我所做的一切，祝你父亲节快乐，请你上来祈祷。主必聆听我们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生命的主，你也是我家庭的主，恳求主让我们的家庭都可以合理主上帝你的心意，让我们的家庭可以成为最基督化的家庭，抓住你最大，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温柔互相宽待，我们三个学习饶舌和下面的功课，和老爸的心可以转恩而入，儿女的心可以转恩老爸，不只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可以修复，我们也可以引出最多离开家的儿女，我们都可以回到老爸和天父上帝的家里，来经验到天父上帝你的饶舌下面人民的听。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儿女是你所想所愿每一个人的产业，恳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可以存敬畏你的心，尊叹你的话来引起我们的孩子，照着你的教训和境界来教导他们，让我们每一个儿女一生都可以认识你，顺服你，信靠你，敬畏你，来得到你大的祝福。我们的恳求祈祷都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们。这时请我们起立，我们三个人回应诗，圣诗242首，我的目睭要举目来仰山。
多，只是我们要用这首的诗歌神圣诗382首，我的生命献给你，来成做咱奉献的诗歌，来表达咱在上帝面前，咱要献上咱的全人甲咱的一生，来成做主的路用。是基督徒感謝上帝恩典的一種回應。出自甘心樂意的人將經歷伊豐富的賞賜。在防疫期間，鼓勵會友可以用銀行轉帳、郵局匯款的方式為教會來奉獻。教會奉獻的帳號可以參考周報來寫教會網頁。這時我來報告。第一項，因应疫情调整佮提醒的事项，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对7月27日到8月9日调降疫情警戒的标准，稳准开放宗教团体室内50人以下的聚会。若是要提升到99人，需要提供相关防疫计划书，送去等政府审查核准。小会顶礼拜开会讨论，考量目前大台北地区疫情，也阁有一挂不明的感染源。现今拍疫苗的覆盖率也毋是真高。现阶段教会聚会的规划如下：第一项，对拜二甲拜五周间的团契小组的聚会，对8月3日，就是即礼拜拜二开始，会当恢复。采全体事先预定的方式来管制教会内总共的人数，未超过50人。请团契会长或是小组长会当事先往办公室来提出申请。如果因为申请同一个时段恐惊超过人数总量的时，再由教务团队来协调做互动的协调。伫现场会请干事伫1楼。一般来管制人数，请咱兄弟如果进入教会时，会当先量体温、手部来消毒，用教会 BB 卡来做登记。伫聚会时阵，嘛请小组长甲会长来留意管制。室内咱即马禁止来食物件，而且保持1.5公尺的社交的距离。第二，拜四暗的基督会，对8月5日这礼拜拜四开始来恢复，欢迎兄弟会当来教会，也是伫线顶来参加拜四的基督会。第三，主日礼拜暂时无恢复，同款采取伫拜六早起事先录影的方式，嘛暂时无开放会友来参加。第四，儿童主日学甲青少年团契暂时无恢复。有完采线顶的聚会。第五，咱暂时教会嘛无要提出申请99人室内聚会的这个防疫计划书，要听候后一个阶段政府也有一寡进一步的管制公布。但是教会已经来事先规划，
等到政府进一步解封的时候，相关的配套措施。第二，新冠肺炎 COVID-19 专案的补助办法，在这疫情的期间，咱会有生活也遭有困难，需要补助。这会有是指近半年来有稳定参加主日礼拜团契小组等等，会当请黄牧师、长老、执事、团契会长、小组长辅导来联络，说出办法甲申请表，互教会会当加做咱会有的帮衬。第三，财务组的消息，搁一摆提醒咱兄弟姊妹，若是你是第一届用网络来转账，请你将你的户口、银行户口这个号码、号五码，甲这个金额，会当通知办公室，或财务同工会当做确认。而且兄弟会当参考周报第六页奉献的精神。目前阁几位兄弟恁的奉献还未确认，请恁会当甲办公室来做联络。最后一点是和平之声。咱要暂时告一段落，因为已经政府调降这个疫情的标准，教会也对过来这礼拜开始来恢复周间的这个聚会，所以嘛要做一挂事先的准备。所以拜二甲拜五下晡这个和平之声，咱要对拜二就要先告一段落，啊，请把握机会，拜二是最后的一届，甲大家伫线顶来见面。其他消息咱参考周报的内容。这时咱要来唱这首祝福切克的诗歌，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煞，请布文牧师来祝祷。个领受上帝祝福，恁通平安出去，无论出无论入，上帝拢会看顾保守你头前路站。一概不离挂虑，独独万事得用祈祷恳求感谢，将恁所求的拜入上帝，求上帝平安伴过一切人所想象会到的，要伫耶稣基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上个地带，一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会将请坐，立倒。愿主耶稣基督的听，甲咱众人三个弟弟，在防疫期间，嘛祝福咱每一个人的心、心神，拢会当得到上帝祝福、平安。嘛邀请咱每一个兄弟，来当礼拜四暝，咱7:30来参加教会线顶的祈祷会。愿上帝祝福、施恩，在咱每一个人所做服侍，以及咱厝内大大小小，咱来聚会到这。Thank you.